哎，还没写，还没写。你们都没有人会帮爸爸写这个。哇，好厉害！那种编程的。哇！妹妹你好捧场哦。八月十一号星期二的臭臭的三二一 ，Action！ 八月十五号的臭臭的三二一 ，Action！ 今天使用的是 D780。拍摄之前都是好好吧，礼拜三去买的，花了五万块，拍到了这一颗流星，请看米西亚。昨天的忘记自动追焦，今天就有脸部，他在追你的脸。来 ，Action！ 等一下，好像歪掉了。好 ，Action！ 八月十六号星期日的抽脂呼吸一字型抽抽乐，三二一。你脑波很突刺哦！好，啊，姐姐十五抽，妹妹十一抽。星期二，拜托二，那，啊，你怎么给我八？做什么？五二。怎么又中那个特别号了？姐，你中太多了啦。对呀，啊。哎，欸，我现在才中第一个而已。你中太多。一六。好，那我中太多了。你中太多小的不大的，二零一百。姐姐，你也要帮我呀，啊，爸爸，爸爸，爸爸，今天不是礼拜，我们小的要再做了，我们小的怎么办？二零一二，姐姐你也要，你也要给我一些嘛，一三二，二三零，一三二，一个小的，今天我丢了，今天我丢了。加码好像爸爸很亏嘞，九抽里五个是中的，之前十二抽里六个是中的，我中一个小的，几率是多少？几率是5%，七十二，又中个小的，没有到5%啊。你今天我中两个小的哦，帮我记。中几抽？我九抽。中几个？五个。那就是几分之几？9/5。姐姐。你帮我记，我中两个小的，85，三个小的，叮，要追上你了。嗯，再抽这么多，爸爸就哭了。我们这小的做了多久了？一二宝宝花，你宝宝花怎么干嘛？上礼拜才做而已，这礼拜就抽完了，太快了啦。是这种运气好，这个小的以后八才有，88、2838的，好不好？那我中一个了。对，没有了，下次新的。我中四个小的哦，240。240。一个大的。你丢了。嗯，我不想要大的。对，你丢了。好吧，那大的可以中。我四小一大。你也四小一大哎。你也四小一大哎，我们两个。妹妹还没抽完，抽完了吗？所以妹妹后来领先，后来居上。95跳停，四个小的，190五个小的，哇，你太多小的了。对呀，啊，太小了。177。177一个。可以多久了？你抽这个，再抽这个。贴纸大成衣。今天我有。对，贴纸大成衣。来，你的吗？这鬼灭之刃我绝对不会送的，你犯规了。骗子，好厉害！贴纸大成一，然后呢？贴纸小，一，然后呢？第二个，第叶子大翻送，又是贴，可以算贴纸大成一，贴纸大成一。第四个贴纸大成衣，我有两个贴纸大，对啊，贴纸小，妹妹的，都是我喜欢，我两个姐姐的，每人32抽，一二三四五六，我们四天没抽了，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我先做个标记，抽到这里。
一个没什么东西，我再也不想你了。上次我还抽中五哎，又抽中了五哎，第八一个五哎，不是一个五而已哎。你看一个五哎，我上次中一个五，现在又中一个五了。第八五哦，记好，妹妹也中一个五。嗯，一人一个小的。是你先中小的，说一人一人一个小的。毁灭小的贴纸 ，yes， 贴纸大成衣。Oh my god， 可是有助哎。贴纸大成衣。姐姐，你再一个贴纸大给你，再给你。好。你这个我中过了吧？五个小的，妹妹还有两个小的，好。可是哎，你怎么又是下一个？那不是五个小的吗？你四个小的啊，啊，抽到一个啊，抽到两一个，然后爸爸就一个贴纸大。我中两个小的，我想中角落。一个角落最好，姐姐你的啦。一个，哇！抽到就是你的。是啊，抽中你才能收到。哇耶！我的好好好，你神准哦。这样妹妹就少一个了，怎么办？对不对？那姐姐再帮你抽个。好，我已经一。欸、我抽一个而已、嗯、你已经抽两个嘛，就一个一个给妹妹抽下来、啊、一个给妹妹抽下来、啊、好，你随便抽个。那我想要那个被保护的中心点，这是太厚了对不对？贴纸大成衣，贴纸他写大成衣、啊、这些是让妹妹自己选，下次就爸爸选了。往哪个嘞？猫咪。好。嗯，我也还有一个。好。贴纸大。现在总共抽几个了？猫咪。妹妹两个，姐姐几个了？三个了。姐姐还有两个。铅笔，彩羽成衣，志燕的彩羽成衣。啊？彩羽成衣，彩羽成衣，姐姐中彩羽成衣了。那不要抽这里好了，我剩最后一个，好痛！对啊，是太硬了，下次拿东西来戳。贴纸大成，我两个。然后贴纸你自己选两个。贴纸，那我叫猫咪啊。连抽这个也好痛啊，对不对？铅笔啊。连抽外表的，连抽外表的也抽不破。那只白色要吗？抽，我一定要抽这个地狱啦！我给你抽，可以抽地狱。耶，麦当劳。你要这个车主？耶，车主很奇怪。我就抽了一个车主很奇怪。车主好奇怪。怎么又是这个？耶，这是什么？哇，这是啊！我中了车主真奇怪。车主好奇怪，箱洗干。我想把车主拔掉，可是车主不行拔掉。哦，我懂。给我看。箱洗干。小爱同学，我在。18+19+12，答案是49。哇。你在弄什么？可是是我抽到我自己的，我不赞。你要数好、
没香，没有香。二十也没香。二十。绘图本呢？香二十，不是四十。二十二加四十，六十个。那二十加，我没有，我只有二十呢。哦哟。那我只要想。哦，厉害。妹妹二十下来下来，看爸爸上场了。一百个我 OK。你豆子啊？那一颗，你豆子那个要吃，来，那一颗，像我不为所动。你悲悯与怜悯，你豆子吃人了。好，看你。啊，真是可怜的孩子。你豆子吃你了，他傻了吧？妹妹，你没有笑出来。姐姐几个了？香香，你看，小猪嘞？你看几个啦？101个。101个，你看有没有诚意，对不对？会不会做人，对不对？你香香高兴，爸爸也高兴，对不对？礼物才会送得多，对不对？快，赶快 ending 的快 ，ending 来。就我那个不准。是你要是你的是你的16哇，你看飞了飞了，就这样而已啊，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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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小他的错耶，怎么这么烂哦，按的时候手往上，翅膀也往上，直接给来吧，好，来十六个。我想玩它。要香才有。小猪嘞，没气了。顺便记得订阅我，每天晚上6点都会出现影片，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小猫咪比你多，你都没有香香的啦。记得订阅我们，早上6点都会出新的影片哦。那我们下次见，Goodbye。那要加码香香的。